爸，我把他的 QQ 都给你好吧。静静的看着他装。听说坏人都是骂的。不要打断我。张慧杰哦，一单纯个善良嘛，一的。就是他讲不出来。你说谎。电脑是小叶啦，我真正唔知影讲哦，伊是安怎要报警，啊一点啊拢未烦恼，讲去安西的安慰。他将到你的报警。现在都是买太阳。过。警示不是问题啊。选副业加一，选副军加二。你二十分呀？你得是有一定要处理龙香。鬼的公司龙岩香。还有猜嘛？你别这么粗鲁好不？你是不想要看到你的金孙哦？金孙？个反应？哎呦，你干嘛去啊？这个反应太真实了吧？好配合。五星啊！是哥哥俩照跟你五星是够同时的，差不多。就是两个时间。他先知道，然后他先知道，他前一天晚上知道，也就是前一个 moment 上被又被抓走了。慧君陪他去医院，就验出了有孕，然后接着又撞到了大富，大富也就知道了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只有你不知道。都有录，我们有看剧本。现在班的臭屁样，我是无简单叫有输头婆。我今晚过年，你说唔知发生什么事，我哭你去啊！我母亲就在家耶。到底冠廷有多可怜？他妈妈不停的说，我可怜的囝。冠廷妈妈对不起你，应该是我可爱的囝吧。保姆 slogan， 我可爱的囝吧。